是我们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和教育部以及国立科教馆联合举办了反毒的特展。这次我们的特展有分不同的几个展示区块，其中包括贩毒者的影像区，以及新型毒品的包装，还有仿真毒品气味的模拟区，以及电脑断层扫描体验区等等。在这里面，我们希望观展者看过之后能够对毒品有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产生远离毒品的效果。我们希望家长带着子女，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到台北市士林区的国立科教馆来参观这个特展。我们期待各位，也欢迎各位。